哇，就永浩喺 Facebook 闹爆明报起佢底喎，查实公道啲讲，星期一 A3 版成篇报道睇嚟睇去都揾唔到你阿爸阿妈个名，相又冇，公司名又冇提到，仲猛咁讲你平时搭巴士，生活唔奢华，吓乜咁都叫做起底啊？唔系啊，化 ，anyway 系咪真起底？大家心照啦。但今次真系劲想表扬下你嗰句保护家人嘅宣言，拉爆啊！学似你话斋，最紧要有同理心啊嘛。你有屋企人，你俾人提到屋企有买咁激气，更何况嗰啲只系紧守岗位嘅 Sir 同 Madam， 成家俾人揾真起底啊！早排你嗰班占领支持者开晒啲起底群组，劲话警察啲老婆仔女嘅相铺晒出嚟，打埋全名，又爆晒阿 Sir 咩男啲仔女读咩学校咁，讲埋粗口侮辱兼恐吓添。喂，周永康，当时你又唔出嚟讲保护家人，做学生领袖唔该街翻你啲支持者，停止一切无聊离谱嘅网上欺凌行为啦。讲真，唔系净系得你先有屋企人噶嘛。